妈您辛苦了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咿哟，大姐，一起来。我刚下班哟，今礼拜几天刚好礼拜六，打开电视机，转到名士，准备台湾 number one， yeah， 要去哪里喝喝？要听什么歌？不管 disco 电音嘻哈还是运动，听罢了也生活万岁，哪里无罪？我年轻就是我们节目，不管明天是对，每天是对，生活就是让人干脆，每天喝到忙忙，知识保持忙，就是走到光正，大牛就在刚。你今天别回家，今晚他的奶你叫你吃你调味料你气味走回来，你看那辣妹那么辣呀，我的妈，跟那里下班岗位大人最会把你打。起来！我刚下班哟，这礼拜几天刚好礼拜六，打开电视机，转到明视，准备台湾 number one， yeah， 要去哪里喝喝？要听什么歌？不管 disco 电音嘻哈还是你都听罢了，夜生活万岁，大龄无罪。我年轻就是本钱，不管明天宿醉，每天十岁，生活就是那杯干脆，每天喝到忙忙，这是表示吗？走路走到光正，大龄了就在刚。你今天别回家，今晚把你奶瓶酒里煮你加倍给你机会走回来，我看到辣妹那么辣呀，我的妈，听到你下班干杯干了最会 party 啦。Open Gangnam Style。哇哇哇！好丰富的组合啊！看到罗平就想到哇，真的是又开始展现身材的时候了。对，特级的魔王，他每次特级都有给人家拿高分啊，拿奖金啊。今天如果有免死金牌，他又可以得到一张。对。但是呢，你看今天一口气啊，把这三首不同的版本的歌也把一次唱完，就是因为离开这个舞台，其他歌还没唱完，一次把它唱完。是吗？还有一些口袋名，它直接串在一起。因为这三首歌搭起来真的还蛮跳痛的。